Hello，欢迎来到 Ben Physio 啊！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，哎，我怀孕了，我有 baby 了，或者是我现在在哺乳，可是我的手又很痛，我的腰又很痛，坐骨神经线又发作了，我可以找谁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怀孕的妈妈们会有这样的问题？第一，当你怀孕有 baby，或者是当你在哺乳的时候呢，有很多药物你是不能够吃的，对不对？OK，然后第二，OK，你去一些治疗师呢，如果那个治疗的房间是用很多机器的，有 electromagnetic field，OK，会有一些副作用在你的 BB 上，所以你也不能够去。好，今天我来介绍给你，Ben Physio 呢，我们是专做徒手物理治疗。徒手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用靠双手来做的，而不是用什么机器、机械，也不是用什么药物。所以这个代表了什么呢？你来我们这边做治疗呢，你是很安全的。为什么？没有药物，没有不会影响你的 BB，也不会影响你的哺乳、母乳。第二，也没有什么机械化，也不会有什么辐射啊，什么东西也不会影响你的 baby，也不会影响你的母乳，所以它是很安全的。其实第三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徒手物理治疗的好处是什么？第一，你可以一来就看到有效，我们是针对性，OK，针对性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效果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